黑色墨镇，三二一，五五六六，22分。再来就是我们的猛鬼总动员，三二一，五六六七，24分。好，谢谢两队，两队到后台休息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有请女黄星还有动感战队上台表演。对，女黄星还有动感战队。好，两队请快点摆好你们的阵型，派出你们的队长。队长，队长，谁好？一看，你试一下。好，要头。头好。好，是头，所以由我们的小麦动感战队挑战我们的女黄星。我们动感战队挑战你们小麦草被动。女黄星，对不起，你不要把我抽脸，跟他去。被动的三题。好，被动的身躯，那表演者不可以动。然后表演者不能动，但是呢，他的身体将会由他队员帮他动。然后呢，他只是负责他的表情，还有他的台词，就这样而已。谢谢。所以这考验了那两个成员他们的默契，还有团队合作。好。那请两队各派两名代表出来，好不好？两名代表，好，那我们需要两个角色跟一个场景。角色有什么呢？明星孙悟空。明星孙悟空。还有吗？记者。好，那就明星和记者在哪里？嗯。公共场所。公共场所。再具体一点。公共场所。咖啡厅 cafe 哦、oh, 好，那就一个记者跟一个明星在咖啡厅。我们给他们15秒时间准备，是我的未婚妻啊！哦，那就太好了。
刚才出场的女演员请到中间来。OK， 好，首先我们给我们的女皇星评分，女皇星是正，3、2、1、6、7、6、7、26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给我们的动感战队。3、2、1、7、7、7、6、27分。好，谢谢两位，稍后我们休息一下。所以现在终于到了中场休息了。大家的票上面有一个可以为你们觉得你们最支持的队伍，你们可以为他们投票，让他们得到了最受欢迎的奖。对。要说的是，最受欢迎奖这次呢，德明政府中学不参与，所以呢，请把你的票投到土耳其他的学校。要记得，最喜欢的队员就去投吧，不要有任何的偏心还是什么。好，那所有各位参赛者，你们可以到外面准备拉票了。好，我们到就中场休息吧。